这个忠，我想现代社会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你做普人的，能不能做到忠？做领导的，能不能做到仁？啊，比如普就是传统社会就是家里的仆人、佣人，那个主人对这仆人都很关爱的，一辈子关心他，而仆人是忠心耿耿，以主人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鞠躬尽瘁。啊，这个我们在《文昌帝君雍正文》讲一个故事。啊，明代浙江淳安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个徐，姓徐的家庭，啊，兄弟分家，啊，家产也没有太多，然后这个老大分到了一匹马，老二分到了一匹牛，老三呢去世了，留了个寡妇，啊，寡妇得到了一个老仆人叫阿济，阿济已经50多岁了。老仆人，这个寡妇就看到这个也争不过，就哭泣，说这个马可以乘呐，牛还可以耕田，这个老仆呢分到我徒费我的饭根呐、菜根，啊，觉得没用。这个阿济说：“主人难道说我啊还不如牛马有用吗？”啊。意思他要争口气，然后就为这个啊祖母出谋划策，啊做生意，啊这个寡妇呢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把他金银首饰都变卖了，啊得到12两金子来做本钱。本钱这个阿济就到山里去贩漆，很快呢，啊就赚了大钱，啊。不到20年呢，啊，赚了几万两黄金，啊，所以这个仆人阿济为祖母嫁了三个女儿，嫁出了三个女儿都很风光，啊，又啊请最好的老师教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长大都娶了这个有名家庭的女子啊做媳妇，啊。然后又拿钱那两个这个小主人这个都太学去做官那这个阿济虽然贡献很大，但是非常知道本分，见了徐家的这个人，那就是主人了，虽然是幼小的人都要礼拜啊。一生从来没有斜眼看过他的祖母，啊，那在一起都是低着头的，啊，这个阿济到病了就快死了，就把他一生做生意的账目全都拿出来，啊，交给祖母，啊，说现在的财富，两郎君可以世世代代的啊，一生都用不完了，可以啊。守好这些财富，啊，老奴牛马之报也就到此了，啊，那你看这个阿济家里，家里非常贫穷，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呢，都是很破败的衣服穿在身上，就是他很廉洁，为这个。主人家赚了这么多钱，然后他自己却非常的贫穷，啊，这就是忠啊。